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他一开始在二楼的置物箱区那边，我看他行踪诡异，拿着手机举起来拍我们这里。他是拍到我女朋友群，我确定有这个好朋友，然后所以请家乐福的人帮忙报警。啊，等一下跟我回去，因为你现在是刑法第315条妨碍秘密罪的现行犯，了解哈。本家日前接获辖内卖场工作的一个报案，称店内有纠纷，旋即派员到场了解，发现是一名女性男子，涉嫌偷拍被害人群体影像，并遭被害人男友发现，并请卖场员工协助报案，经查证，男的手机确实有被害人的偷拍影像，当场以涉犯妨害秘密罪现行犯移送市里地方警察署侦办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他一开始在二楼的置物箱区那边，我看他行踪诡异，拿着手机举起来拍我们这里。他是拍到。